得了痛风病，酒不敢喝。痛风，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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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啊！痛风这个问题，说痛风第一就是很痛，是，那痛起来要人命的。痛风是怎么痛的？你该如何预防和应对痛风？才知道，在知识的海洋里，狗刨。痛风又叫代谢性关节炎，它的罪魁祸首是你的尿酸。你吃的食物和你自己的身体里都会产生一种叫嘌呤的代谢物，而尿酸就是嘌呤被肝脏分解后产生的废物，仅微溶于水。正常情况下，尿酸会随着血液经过肾脏，经肾小球滤过，随尿液排出体外。但如果身体中的尿酸过多，肾脏忙不过来，多余的尿酸就会在血液中累积，然后在关节组织内沉积，形成针状结晶。此时你的痛就开始了。请注意，你主要指正在看视频的男性，因为痛风重男轻女。女性体内的雌激素能促进尿酸的排出，在绝经后才相对容易患病，而男性体内的雄激素反而会促进肾脏对尿酸的重吸收，抑制尿酸的排出。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痛风患者中大约 95% 都是男性，所以请男性朋友们坐稳扶好，要开始痛了。痛风的痛一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尿酸在血液中逐步积累，形成高尿酸血症。温度越低，尿酸越不易溶解，所以过量的尿酸最容易沉积在血流缓慢、夜间体温较低的关节处。第一指指关节，也就是你大脚趾的这个地方，是其中最高危的关节。半数以上的痛风患者第一次发病都是疼在这里，在整个痛风的发病过程中，90%左右的患者都会感到这里疼痛。但在第一阶段，你通常还没有任何症状，不过在出现一些外部刺激，比如关节受伤、走路过多、过度疲劳、受冷受潮、饮酒，甚至穿鞋过紧，你就会进入疼到哭爹喊娘、怀疑人生的第二阶段，急性痛风关节炎。那个感觉是像插花的针山，直接拿那个针在插你的骨头，插你的骨头，插你的骨头。往往是在体温较低的夜间，你血液中的白细胞开始攻击并吞噬盘踞在关节处的尿酸结晶，一般几小时内就能让症状发展至高峰。除了第一指指关节之外，你的其他指指、踝、膝、指、腕、肘等关节和周围软组织都可能出现明显的红肿，让你感受到剧烈的疼痛。在这个阶段，医生通常会建议你直接吃药。秋水仙碱是应用时间最长的一种抗痛风药物，它可以降低白细胞的活动，减轻炎症反应，消肿止痛。问题是，秋水仙碱同时又是一种剧毒物质，摄入过量可能会直接死亡。即便是低剂量的秋水仙碱，也可能引发一系列不良反应，损伤肝肾等重要器官。所以目前更常用的是这些非甾体抗炎药。简单来说，当你体内有炎症时，大量破裂死亡的白细胞会被分解，产生前列腺素，这就是剧痛感的来源。许多女性痛经同样是由于体内前列腺素含量过高导致的，而非甾体抗炎药可以减少前列腺素生成，从而消炎止痛。一般来说，急性痛风来得快，去得也快，通常2周内便会康复。不过你也能看出，这些药物只能止痛，但无法降低尿酸，治标不治本。在体验过难忘终身的首次发病之后，你将会进入痛风的第三个阶段，间歇期。在这个阶段，你不知道下一次剧痛会不会来，或者什么时候来，只能干等着。决定因素就看你有没有控制好血尿酸的含量。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绝大多数患者正是因为没控制好，导致血尿酸在全身的软组织、骨骼中沉积结晶，最终演变到第四个阶段，慢性痛风石和慢性痛风性关节炎。到了此时，你的痛风发作会越发频繁，发作时间变长，药物治疗作用变差，逐渐的，你的关节附近会形成痛风结石或痛风石，导致关节炎，最终出现关节畸形。这时短痛就变成长痛了。现在你已经知道痛风和尿酸直接相关，而尿酸又是嘌呤的代谢产物，所以预防痛风，避免发病，最重要的就是控制体内的嘌呤含量。动物内脏、红肉、海鲜、火锅、浓肉汤等食物中含有大量嘌呤，痛风患者必须忍痛割爱。不过更需要注意的是，有些食物虽然本身不含嘌呤，但却会阻碍尿酸排出，也要忌口。比如酒精会加速嘌呤代谢，让尿酸含量迅速增加，诱发急性痛风。长期大量饮酒还会导致体内乳酸增多，影响尿酸的排泄。所以酒，尤其是本身就含有嘌呤的啤酒，要和痛风患者告别了。同时告别的还有奶茶、可乐等深受欢迎的含糖饮料，因为它们含有高果糖浆，消化分解后会产生大量果糖，间接导致尿酸排泄减少，加重痛风。
不过也不是所有高嘌呤食物都不能吃。实际上，动物性食品和植物性食品对血尿酸影响不同。摄入含有高嘌呤的新鲜蔬菜和血尿酸含量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所以新鲜蔬菜以及黄豆、豆浆等新鲜豆制品虽然含有嘌呤，但都可以食用。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痛风患者在饮食和日常生活的知识，可以关注我们，并在后台回复痛风，就能获得这份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上的痛风知识相关问答之非药物治疗篇，避免病从口入。不过并不是所有痛风患者都是病从口入，因为人体内的嘌呤大约只有 20% 来自饮食，其余 80% 都经自身代谢产生。而即便实行低嘌呤饮食，规律运动也最多只能降低 10% 到 18% 的血尿酸。实际上，痛风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对于有家族病史的人来说，即便控制饮食也有可能得上痛风。而对于已经得上痛风的人来说，光靠忌口也不足以降低尿酸，必须谨遵医嘱，坚持服药。但也别太担心，只要控制得好，痛风的发病频率可以被控制到很低，最大的损失就是要跟他们告别了。当然，也有一些勇士即便忍着冒着疼痛的风险，也要坚持不懈地吃鱼翅火锅。痛就痛呗，痛并快乐啊！痛痛死我算了，我就痛，去吃啊！老蒋，不吃自己的，让别人说什么？你可以在微博、微信、喜马拉雅、B 站等平台找到我们。